另外伫公彩街甲中义街路口有车祸伤者及需要救援，嘉义市政府消防局第一大队第一分队也立即出动救护车前往救援。该市消防局第一分队救援车到场之后，现场一名蓝色机车驾驶表情痛苦在等待救援，救援人员随即将查看伤势，发现这名蓝色机车驾驶倒手已锁骨头断去，而且全身在受伤，救援人员随即将伊倒手固定，并清洗伤口止血，将伊送往病院治疗。到现场发现现场是一部机车与一辆载送瓦斯的小货车发生擦撞的交通事故，造成一名男性机车骑士受伤。现场热心的民众提升伞帮帮伤者遮阳，救护人员立即上前评估伤者生命征象及伤势，发现伤者左手疑似骨折，立即给予清洗伤口、止血包扎及骨折固定等救护处置，再将伤者送往圣马尔丁医院救治。该市消防局呼吁民众，驾驶车辆也只是骑后倒摆，全程保持防视驾驶，经过路口减速慢行，并注意内车，以免发生车祸，危害自身与他人生命财产安全。新闻台民间市采访报道。